么高级的餐厅，怎么会有女的喝成那样？太丢人了。在哪儿？什么在哪儿？我说刚喝醉那个女孩在哪儿？卫生间。好，谢谢啊。我一直想有个妹妹，给你扎小辫。你在干什么？嗯，都喝成这样了，我还在担心你，肯定不会有人把你怎么样的。你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你看来喝的真的不少啊。向我道歉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我在生气。你知不知道？因为你这啊，我这个青春洋溢的少女。差点就被人贩子拐跑了，真的。哼，霸道总裁，这宫殿也算栽在我手上了吧？啊，你看你平时那么得意，把我当猴耍，是不是？你真的？滚！站好！你在干什么？看不出来吗？罚站！哎，你不要滚！你是我的蝴蝶结，你连鞋带都没有，要什么蝴蝶结？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没有办法，你以为我没办法对付你是吧？怕别人知道你的弱点是吧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今天就让全世界都知道你的弱点。你要干什么？坤坤，干什么？骗人！夏总还有怕的东西啊？夏克的背后有一个长得像乌龟一样的太极。骗人！说好的乌龟太极。你是疯了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你好像犯规了吧，夏克？Thank you.